我们现在就在河南考古队的现场，公元2022年的一桌年夜饭完整出土。好，老子好，果然越沉越像。年回来了，上天猫搜索神奇的老字号，带你找回年味。天猫神奇的老字号邀您共游2022河南春晚，天猫春节不打烊，打开手机淘宝搜索神奇的老字号，参与互动赢黄金好礼。有拍摄任务的都准备一下啊，记得把礼物公仔送给拍摄对象，你赶紧把脚本打印一下啊。好的。唐小妹来自唐宫夜宴。过年好，身体健康，我是金大刚，来自龙门金刚。过年好，虎年大吉，我是花小兰，来自破阵月。过年好，阁员美满，我是洛小天，来自洛神水赋。过年好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。好吧，红包的事待会再说。我是何大卫，河南卫视的形象担当。又又又，过年好！我是开封府包大人。了解一下，是目前还没有节目登场的潜力形象。别着急，迟早会有个节目是我的。年宇宙漫游指南啊，科技换新传统，世界变得不同。今天你们将打开年宇宙，它是属于中国春节的时空，中国文化的宇宙。你们将穿越到不同的中国家庭，看他们的故事，感受过年对于每个中国人的意义。请激活 AI， 一起去年宇宙感受过年的喜悦。欢喜过年，年宇宙的旅程就此开始。
为什么是这家呢？可能是他们为国家做了很大的贡献。我想吃花生了。来，太爷爷、太奶奶，看镜头直播呢，有好几千人看你们呢。谁呀？他们给您拜年呢，拜年。哦，新年好。新年好。哎，您二老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。哎，太奶奶，您今年多大岁数？114了。您呢，太爷爷？119岁了。哇，加起来233岁啊！我也想这么长寿。这就是白头偕老吗？那你们结婚多久了？谁结婚呢？你呀。我们结婚80多年了。哎，太爷爷、太奶奶，有好多人问你们长寿的秘诀。多吃素。我就知道长寿要吃素。多吃肉。吃素。吃肉。吃素。吃素。
真肉啊！太爷，这样给大家比个耶，耶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大家！简单的日子真好啊！日子过得开心就是最大的福。我希望所有相爱的人都能长长久久。花生。来，吃花生，一会儿孩子们回来都没了。老爷爷老奶奶能听到我们说话。不好意思，导演，我们马上就开始，马上就开始。指挥咋还没来呀？要不让我爸试试？你爸？各位，我跟他说个好消息。啥消息啊？俺孩就要上春晚了。啊！哎呀，这可中了！给咱这儿配脸了。一会儿恁可做好服务啊。好，咱一定要注意欢。这是弄啥呀？猴。火候，火候。Thank you.
儿，爸跟你一块儿同台演出了呀。爸，哎，其实我的每场演出您都在。啥？我都在。呼呼生风中国潮，咱上春晚啦！因为是自己的家乡，所以想录一些特别的东西。而且今年春节还是有很多人都不能够回去过年，也听不到回去路上的熟悉的声音。我想把这些声音还给他们。那咱们开始吧。郑州机场，温度7摄氏度，北风2到3级，天空晴朗爽，实时风速适中，欢迎各位回家。各位旅客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乘坐本次列车，目前列车时速327公里，本次列车下一站即将到达洛阳火车站，请在洛阳站下车的旅客朋友们做好准备，欢迎各位回家。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，目前郑州市主要道路畅通。时逢春节假期，路上从各地回河南过节的司机朋友一定归心似箭，但要小心驾驶。欢迎各位回家。在家过年的朋友们和家人团聚，珍惜团圆。不能回家过年的朋友们，也请记得河南想你。在这佳节佳期，我们相信爱在哪里，故乡就在哪里，心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。春节快乐。行囊装满梦想和希望，看看家的方向，多少幸福的奔忙。哦耶耶，陪你卸下行囊，往后日子还很长，看看家的方向，顺着幸福来心房。哦耶，花店阳光多再远，一刷新就能看见，尽管大雨天淋湿了刚买的新鞋，替你擦擦脸，你喜的彩虹出现，我们都一样，会难过会觉得慌，山中会无恙。
妈，我回来了。陪你背上行囊，装满梦想希望，别怕跌跌撞撞，好好欣赏沿途的风光。陪你卸下行囊，往后日子还长，看看家的方向，妈，我这次回来不打算再走了。为什么？你好不容易才在大城市站住脚。对呀，你回来打算做什么？我想做些更有意义的事儿。我想去大城市闯闯，我不想一辈子都在这个小地方待着。这地方有什么不好？你看看你小时候画这个画，你就是干这个的料。这地方的手艺也需要你们年轻人啊。这不是我的梦想，我的梦想不在这儿。妈，妈，对不起。我们都一样，会难过，会觉得慌。我们也一样，知道伤总会无恙。新年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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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陪你背上行囊，装满梦想希望。我要回来振兴自己的家乡，我也需要家乡成就我的梦想。我要回来推广家乡的湖，把它销往全国，销往全世界。向日葵花田，阳光多再远，一睡醒就能看见。
近日，一群亚洲象来到了我们村里做客，他们的行动轨迹时刻牵动人心。一些爱心人士专程来到森林里，自发做起了守象人，默默为象群引航，保障人象安全。呀，这俩大象怎么还睡这儿了呢？哎，看这大象让我保护的啊，这体格多健硕，这毛发多有光泽，这味儿是挺味儿啊。呀，这是又拉了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哎呀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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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有大事儿。什么大事儿？大型生物的事儿您不懂。严总，哎，那个妈，我秘书找我了啊，我先挂了，拜拜。哦，算是糊弄过去了啊。哎呀，还是你们大象好啊，天天就是吃喝睡。你看我妈，天天操心我的前程。哎，难道平凡的工作就没有意义了吗？今年呢，我是不敢回家了。我就在这守护你们，当一个首相。哎呀，首相。哎呀，还首相，挺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呢。怎么了？我守护大象，我不就是首相吗？谐音梗。哟，他说话了。啊，怎么了？大象开口说话了。哎呀，有那么值得惊讶吗？这不值得惊讶吗？哦 no，
我看到的不会是假象吧？哦 no， 你好好面对面对真相。哦 no， 爸爸，俺妈去哪儿了呀？她是不是又去人家家喝酒了呀？那妈说我娘那个酒味不对，非得出去喝呀，愣都愣不住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怎么还聊上了呢？说话就已经够过分了，你们怎么还换口音了呢？啥啥口音？我们说的不是标准的普通话。你们说的是我家乡话，河南话。河南？河南是哪儿啊？河南，简称豫，古代人称为豫州。远古时代，那里河流纵横，森林茂密，野象众生，野象众生。爸爸，啊，他破案了。啥？我们两个的口音不是串味了，是返祖了。哟，我说我身上这个 DNA 咋一直跟这儿动了？我要回河南！哎，我要回河南！我在这辛辛苦苦守护你们这么长时间，我为你们开好路，我给你们准备好吃的，这儿条件这么好，为什么要回河南？啊，年轻人，做人可不能忘本呐！老乡，滴啦哒滴啦噔噔噔噔哒啦滴啦噔。手向人讲啊话，当当当当当，你太偏当，谁说大象？当当当当当当，不能回河南。当当当当当当当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这一定出了什么问题？这怎么还唱上豫剧了呢？不好听吗？不是不好听，是有问题。我想想啊，铲完粪了，喝完水了，没吃饭，我去给你们准备饭啊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吃饭了啊，吃饭了，咱们吃饭啊，吃完饭就不许说话啊，不许唱歌了啊，回归正常。又是香蕉，不吃。不是，那你们要吃啥呀？我要吃烩面。他要吃烩面，啥是烩面？不知道。啊，烩面是河南的一道传统美食，是荤素菜汤饭集聚一体的面食。汤好味儿美，面筋道，营养均衡，价不高。不是不是，等会儿等会儿，这怎么还给我绕进去了？咱们能不能就不提河南了？年轻人，做人可不能忘本呐！老乡，当当当啦滴答当当滴答滴答哩个啷当啷滴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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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嘞当。手相认，哎，你坐下，对，咱俩说说知心话。啊啊啊啊啊！不中啊！手相认，咱都坐下呀，咱仨的随便拉一拉。两只香，你们坐下呀，听我跟你们拉一拉。哎，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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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拉？拉什么拉？拉面呐、啊！不吃拉面，吃烩面。哎呀！能不能不提烩面？好，不提河南。哦，老乡，我不想回老家看一看吗？哦，老乡，你就不想回家乡瞧那么一瞧吗？哦，我的两个老乡，你们知道河南在哪儿吗？你们知道河南在哪儿吗？河南离这里2338公里，你们知道要回去这路上有多危险吗？危险？身为一个河南人，你居然害怕危险？回你这儿！死人！喝了黄河水，都会抖抖腿。谁还不是个练家子了？口接人，
走走走。嘿，好好。身为河南人，这还不会呢。哎呀，行了，行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我跟你们说实话吧。不是我不想回，是我不敢回。人类的关系跟你们大象不一样，人类的父母哪个不是望子成龙，哪个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番大事业。望子成龙有什么好的？就不能望子成象吗？成象都堵。哎呀，行行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们这样谁能理解啊？听我说啊，哪儿都不许去，就在这待着。我就是个守象人，我的工作就是守护你们。妈，我其实一直在外面没赚什么。妈，其实我是个守象人，我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这怎么开口啊？儿子，爸妈知道你根本不是什么大老板，不过爸妈不在乎这些，就是总怕你太辛苦太孤单，今年回不来，就自己照顾好自己。我们永远都会在家等你。妈，我想家了。爸，我好像又看到我们的祖先在黄河边上散步。那是我们的根，我们的根就在那里。你要相信，不管你多么平凡，你的爸妈都会以你为傲。来年春天我们一起回老家。我只吃素的哦，你看下面好多吃的呀。嗯，我好饿。老师，我已经按您的菜谱做好了，荸巴、葱椒酱、铁锅掌、糟溜、煎烧。调和，至味适中。我的师父把这几个字给了我，我也算完完整整的给了你。你要时刻记着。嗯，还少一个汤，酸辣乌鱼汤。迷迭香加白葡萄酒提味，你终究还是忍不住想创新。我想让年轻人喜欢中餐。如果您不愿意喝，做的不好也不要紧，可以给我呀。是素的吗？你小子，徒弟想创新，师傅不想创新。我倒觉得师傅是想鼓励他创新。其实很好喝。哇！厨师的本分是让吃饭的人喜欢他做的菜，守正没错，创新更没错。你这套新菜谱就叫御丰年。我都听您的。老师就是老师，打心里支持自己的学生，守正创新。他心里明镜似的，我喜欢他。
好香啊，要不我先留下。第十点半早，礼拜
全选孤岛，要想要的分寸秒，千年民族药方熬出成骄傲，想觉得周章中情依然在若失了真正的学道，一天中央风声呼啸，而我被孤傲飞出去深处睡，我们问却时而轻慢跳河
不到要想要就分四秒，前天民族药房熬出青椒，觉得周章重庆依然在入石牢，郑州的雪道一天就要放声呼啸，而我被孤傲飞出去深处雪，我们梦却是热情被跳河
吃。不看节目了？不看了，我考照片呢。什么照片啊，这么重要？好不容易回家了，还在这折腾这些。姐，正好你也来看看。那咱什么拍的？你说你去一线也不跟我商量一下，你知道我们多担心你啊。这不是我的工作，我们的使命就是哪里危险去哪里。想起来那个时候日子可真难。是啊，我还记得刚当上消防员的时候，队长就跟我说，水火无情，但只要我们在，就要让老百姓觉得安全，觉得永远都有希望。那会儿我也在现场，太艰苦了。所有灾祸、疫情都会过去，生活一定是越来越好。你看，那会儿来了好多各地的救援队，我们胡辣汤队，我们身边有北京烤鸭队、猪肉炖粉条队、肉夹馍队，还有小笼包。全国有太多人来帮助河南渡过难关，我们自己也要更努力。我们大家就一个想法，天大的事儿是男人就扛着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那今晚，你这个男人就扛一件事儿。跟爸妈好好过年。好，等我换了照片就去。今儿过年，咱俩都好好陪陪爸妈。你看不见我们，你看不见我们。小老板漏油，小老板漏油，队长加油，队长加油。停，别掰了，这么快就认输了？我是那愿赌服输的人吗？那怎么不掰了？掰折了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好家伙，哎呀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哎，你这是不是机械臂呀？这您就不明白了吧，我们队长在我们救援队呀是体能最好的，他曾经在一次救援当中一个人就拖起了一个卡车。啥？的司机。你这孩子说话，要按你这么说，你们队长能一个手托起飞机司机、轮船司机、高铁司机以及所有想拿驾驶本的人。没毛病。得了，金飞，别闹了，扫码走人。干什么干什么？结账啊。结什么账？谁让你们扫码了？老板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只要掰手腕掰赢了，该多少钱就得多少钱。这话是我说的，可我没说掰折了呀。那咱现在怎么办呢？俗话说得好啊，啊，伤筋动骨三五十年。哎，等我一会儿啊去打个石膏，你们哥俩呢把这东西一拿走，回到家，哎，再过个三五十年，等有机会你们再来到我这儿，咱们再谈钱，好不好？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回来。不是你听明白怎么回事了？我听明白了啊！他那个意思是说呀，等到2052年到2072年的某一天，咱们拿着137块钱，还来插这个小卖店，你再跟他掰手腕，掰赢了咱给钱，掰输了再见。再什么见呀？啊，老板，哎，我们呀，就是过年回家，买点吃的路上吃，你干嘛非得拐弯抹角不收我们钱呀？为什么呀？我问你们哥俩一个问题啊，今年咱们河南的雨下的是不是特别的大？是。你们哥俩是不是救援队的？是。你们是不是来支援我们的？是。这些东西的钱我是不是不该要？是。不是。老板，既然你这么说，东西不要了。不是，队长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别走，等会儿。你手里拿的什么呀？泡面呢？还吃上泡面了呀？您这话说的，刚才您俩在这掰手腕，那多费体能啊，这不得饿吗？饿也得是我饿呀，
我给你也泡一碗。你泡什么呀？嗯，老板，既然你不让我扫码，现金5元，哎，我还是有的。一碗泡面5块钱不够吗？嗯，你问他。队长，我捎带脚就吃了2根火腿肠，3个茶鸡蛋，1包榨菜，4包泡椒凤爪。5块是不够。你这是吃泡面吗？你这是涮火锅来了？4袋泡椒凤爪，你不嫌辣呀？辣呀！后来拿了半包大白兔，是给压下去的。辣！你哥说你吃什么糖啊？哥，你就不懂了吗？甜的解辣呀。那你干嘛吃这么多糖啊？好吃啊！你为什么非得吃大白兔啊？老字号啊！我给你包一个。我行行行，行了行了，两个大小伙子至于吗？啊？也没多少钱的东西，吃就吃了吧。那可不行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们可是不能吃霸王餐的，对，这是原则问题。几位，你臊不臊啊？臊死我了！哎呀，等什么呢？上啊，来！哎，这是要干什么？人啊！这个中年男人，散！光天化日之下，涉嫌扰乱社会治安，走，跟我去派出所。哎呦，包大姐，不是那么回事，刚才我这个是正当防卫啊。听明白了，朗朗乾坤之下，你俩要抢小卖部？哎，呵，不是他们俩要抢，谁抢？是我自己。你自己抢自己的小卖部？哎呦，不是，我这不开一小卖部吗？他们俩来我这儿买东西，我呢不收钱，他们俩非得给，然后我们仨一起跟我去派出所。哎呀，老板，我问一下，这包大姐是法院的？不是，派出所的。不是，她干什么的呀？行了。我自我介绍吧，我姓包，我是咱街道办的主任，退休的，但是该管的我一定还得管。哎，这话没毛病。我告诉你们哥俩，看见我们这条老街了吗？那全都是老字号，年龄比我还大呢。你像什么美家净啊、回力呀、全是老品牌，每家跟咱包大姐关系好极了。行行行了，包大姐，既然您什么事儿都能管，那你帮我们评评理，有没有吃完东西不给钱的道理？谁不给谁钱？不是，是我们吃完了之后，这老板不找我们要钱。谁不要钱？这老板。他。他这么抠的人。不是，是这样，这个包大姐，你帮我们给老板做的思想工作，我们吃都吃了，你就让他该收钱就收钱吧。行了，这事儿好办，我呢闲着也是闲着，我正好给你们搅和搅和。啊，不对，撮合撮合。来吧，都说说到底是谁跟谁过不下去了。我们三口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谁跟谁也没过不下去呀。对不起，我调解习惯了。我跟您说，您面前站着这二位救援队的，这可都是大英雄，我能要钱吗？不能要啊。你说的太对了。哎，包大姐，我们只是贡献了一小部分力量，全国支持咱河南的人多了啊，有捐款的，捐物资的，你说都来小卖部都不给钱，他这生意还怎么做？你说的对呀。包姐啊，今儿这点钱我绝不能要。你说的对呀，这钱我们必须得给。你说的对呀。您就会说这一句吧。你说的对呀。哎呦，我告诉你们哥俩啊，回力运动鞋、美家净护肤品，还有你们哥俩自己挑的这点东西，一并带走。带走？不是，老板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干嘛非让我们带走这些东西啊？你们俩中奖了呀？中奖了？中什么奖啊？中什么奖？就是你叫什么？金飞啊。你呢？小潘。你看看，你看这俩孩子这名字啊，听着就跟河南有缘。有什么缘分啊？就是。有缘，哎，您也说两句呀，攀上什么关系？你有对象吗？哎呀。
他没有，我也没有。我没问你。哦，好嘞。没对象好啊，我跟你说。哎呦，我说包姐耶，您快过来吧，这时候不是介绍对象的时候啊。我告诉你们俩啊，嗯，哎，看见没有？再拿两份，这个你们也得拿上。你要加东西，我们就加钱。你们要加钱，我就加东西。你加东西，我就加钱。哎，对对对，不好意思，对，这不能再加了，知道吧？咱那车地儿不够用是吗？钱不够用。我这话可说。行了，我刚才就在你们争吵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个人非常重要的决定，小卖部我不要了，送给你们哥俩了。您拿走，您就别笑了。行了，我全都听明白了。来，这样，你们把这一筐饺子都带上，路上吃，这不比他那饼干和泡面强多了。来，先尝尝，尝来。哎呀，香不香？哎呦，还是我们包姐有办法。这可是妈妈的味道，这饺子确实好吃，那也不能让包大姐白忙活呀。是啊，大姐多少钱？您告诉我，我扫您。哎呀，拿手机来，这可不行，不能要啊！您扫。停。要。来，扫。哎，这不结了吗？哎呦，等待好友验证。闺女啊，赶紧通过一下，你未婚夫加你好友了。我闺女也是单身。你瞧，给大姐乐的，嘿。大哥呀、啊，哎，我算是明白了，折腾这一大圈啊，这心意我领了。哎，再来河南，还来你这儿，跟你掰手腕。我能怕你吗？中国不能失去山东，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。你们凭什么把中国的山东省送给日本人？黑灯，还我警告！是看将来的环球，必是赤旗的世界。要想团结国人，需先有中国自己的布尔什维克。关于党的名称，称中国共产党。努力，全靠自己。血火中，你倾尽所有，风雨里陪我走，长夜盼日出。这些年春风里，你笑出泪珠，你还要和我一起走，同起西与湖。我们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最有历史铭心，不忘那最初。我们是为了谁，要依靠谁，铺开锦绣路，幸福路，还有新征途。百年追寻，让世界拉开心幕。英雄天空，铭记着天翻地覆。江山就是人民，人民是江山，奋斗的国度。山河载具，旗帜之下，你我我
能搞的，难道中国人不能搞？让世界拉开心幕，英雄天空铭记着天翻地覆，江山就是人民，人民是江山，奋斗的国度我们风雨都无阻，重整新装，千万里山河再聚，旗帜之下一万万热血风骨，江山就是人民，人民是江山，奋进的脚步在踏春天的征途，在踏春天的征途。
么多天了，还没有头绪。他们在干什么呀？是在剪辑视频吧，和大家一起回忆这一年的故事。橘子，要不您给点建议？这一年啊，我们见证了好多大事儿，但也要记得那些点亮平凡生活的温暖和感动。我们欢庆建党百年，喝彩中国航天，和疫情洪水战斗。我们也记住了一个个拼搏、努力过、打动过、温暖过我们的普通人。来，你看，这个是河南大学的教授爷爷，可不可爱？当我看到以后啊，我就收藏了。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就会看看。这个和你差不多大的90后强化师，用一年的时间在村子外墙上画了几十幅强化，让乡村成了网红打卡地。还有这个洪水里这些不顾自己安危拼了命也要砸开车救人的好心人。还有你看这个啊，这是一群高三的孩子们在晚自习的时候，他们拍到了天边最美的晚霞。尽管这一年过得不容易，但是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。到了年底，在我们心中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些美好和希望。诺姐，我好像有思路了。那快去忙吧。橘子谢了啊。小亮那儿好像有些信息，走，我带你问问去。好嘞。也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。那梦想是什么呢？梦想是满怀年少热血，内心钟声在每个晨昏敲响。梦想被拥着不息温暖，每天都为自己昂然经典。梦想就是，梦想就是爱。你看，那群阿姨，他们的梦想是什么呢？他们的梦想。
咖啡师和外卖小哥，他们每天都在奔波。从未放弃过那个梦想，只需一束聚光灯照亮。向南，向夜空，你。西西改日时不离兮，追不时，追不止兮。不想年迈拥歇起欢唱歌红，若论江湖事，传算老黄忠。雄狮少年有大大的梦想，迸发出冲上云霄的能量。连续转动，燃烧梦想，内心钟声在每个晨昏敲响。
老乡亲，大家新年好！新年好，新年好，防范疫情咱也不乱跑，迎新春虎年到，也别忘了消毒测温戴口罩，祝福大家都开心，核酸结果全都阴，美好的生活要继续，扫码的颜色都得阴。哎哟，这是老庙黄金的转运珠啊，这是哟，接赞助啊，大伙说这赞助中不中？中。天猫神奇的老字号邀您畅游2022河南春晚，天猫春节不打烊，打开手机淘宝搜索神奇的老字号，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赢得黄金好礼，听说还有虎年特别福利呢，不说别的，就这福利谁要？我要。谁要谁要？掌声在哪里？哎，对了，我看看，哎呦呵，直接跑上来抢了。是啊，上天猫都得抢。虎年到了，虎打虎，虎为的黑儿搁这儿互喷嘞？谁呀、啊？哎，这是什么知道吗？这是告诉您呢，过年只要出门就得做好防护啊啊！谁想要这个？谁要？给这位美女吧。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过年好啊！什么人？不是我说，哎，拿手机那位，你看，啊，你别偷拍我呀！我，你看，你还拍？哎呦，行了，你还拍？我给你录个视频吧。嗨，虎年到了，祝您虎虎生威，如虎添翼，生龙活虎，虎背熊腰，虎了吧唧，就这吧啊！什么词儿啊？不是，你看没词儿了，怎么还拍呀？你看人家没拍你，人家那扫健康码的啊。哦，扫扫扫 ，sorry， 这不是那个玉玉？你轰驴呢？嗨，去年春晚那玉个泪是吗？讨厌，又被认出来了。废话，咱俩搭档，我能不认识你吗？自门货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啊？跟你搭档的已经是过去的我了，我真没看出来你有什么可高的呀。首先啊，我对咱们中国节日就有着高深的研究，那我对咱们中国节日也有着高级的分析。我告诉你啊，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可以说是历史久远，那对深厚的文化底蕴，把民族精神彰显，节日的形式在不断的演变发展，但节日的核心就是要把我们的生活来装点，节日中有对自然的敬畏，有对宇宙的探险，有对季节的观测，有对历法的推演，有对先贤的纪念，有对农业的生产，有对美好的向往，更有一个时代人们价值观的凸显，节日里记载着重大的事件，节日里赞美着忠孝和勇敢，成功和胜利要有节日来欢庆，失败与挫折也需要节日来侧面，幸福与安宁都在节日中体现，就算是我们遭遇了灾难，那就更需要节日来鼓舞士气，彼此温暖。那节日的传统已经融入了我们的血脉，节日的味道让回家的路不再遥远，节日的习俗是中国文化几千年的积淀，节日的意义就是为了增加咱们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自豪感。哇，行啊你啊，我至于的吗？我告诉你，不瞒你说，他们都说我是神舟十三上的暖壶啊，高水平啊！哎呦，要我说呀，您也就是马路上的洒水车啊，盆了拐高，瓷了鞋打。你这什么意思呀？啊，真高人，谁跟你是那么高调啊？不是我，拿我来说吧，啊，多咱当着大伙面说过我高是吧？耶！什么感叹词啊你？你直接报你身份证号不得了吗？啊！哎，你都没想想为什么今年还请我来是吗？因为本地演员便宜呀、啊。哎，情商低的那低情商叫便宜，高情商叫性价比高，还性价比高？对。哎呦，你比高，你跟我能比得了吗？今天大伙儿当裁判，咱们俩现场比比高。比就比，来吧，就看看咱们俩谁的掌声高，大伙儿说好不好？好，感谢各位，来吧。
2021年啊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喜迎百年华诞，咱们全国各族人民是豪情万丈高，同意的鼓掌。哎呦，瞧瞧咱这人气，气人不？你还发动群众了、哎？我们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，开启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。大家伙说，我们的幸福指数高不高？高。听听。那咱们中国疫苗入市助力全球战役，我们抗击疫情的经验效率高。从载人航天到探月工程，从北斗组网到火星探测，咱航天事业飞得高。那苏炳添全红婵是奥运赛场分数高，勇夺金牌创新高，我俩高。那禾下乘凉比数高，棉花收成年年高，咱们新型农业产量高，仨高。嘿，怎么样？从春节开始就有新高。什么高？冬奥会、冬残奥会在北京拉开帷幕，全世界都高度关注。那是。问天梦天发射上天，咱们航天事业又连创新高。74种新药进医保啊，咱们以后就医报销的比例高。正式实施家庭教育促进法，咱责任意识又提高。那我们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，请党放心，强国有我，咱们新时代的青年人综合素质高。好，那党的20大要在北京召开了，咱们全国人民奔向幸福生活的尽头高。哇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现如今咱们生活中也是处处有高啊。那咱们俩在生活里再接茬比高啊。我们住的是高层，我们走的是高架，我旅游走高速，我出差坐高铁，我上过高中，我考过高校，我是高学历，我高职称，我高工资，我高收入。我告诉你别气我啊，我有三高。你别吓我啊，我恐高。我高危人群，我高龄产妇。我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我今天给你比高，我豁出去了。不是，我就纳了闷了，各位，怎么着？咱俩有什么可比性？怎么不能比呀、啊？你让大伙好好瞧瞧，我个头就比你高。哎，是啊，你垫俩内增高这事儿我都没往。我多占垫了我啊！你后台垫的。不是，那我颜值也比你高呢。你颜值比我高是啊，你偷着抹了多少片仔癀那珍珠膏啊？赞助了，哎呀，抹呀。我有你抹的多呀啊！你让大伙儿瞧瞧片仔癀珍珠膏效果得多好，谁能看出他今年68了？你看68像话吗？68像哪有那么大岁数？这说明。您老高寿啊？哎，各位，我这又找出一高来啊！你耍赖找的高就不能算，这不能算，不能算。行，看来咱俩今天是必须得分个高低了。我陪你一决高下。我告诉你，咱们办节日，我能演节目，我也能演节目。那我唱的歌里有高，我找的戏里带高。前方高能预警。高高的青山上雪，低呀那个弦杆两丈二，高高呀点杆两丈八。我家住在黄土高坡，高低的路啊不平啊，我要飞得更高。爬上一座高高的山，不是我怕你。咱老百姓，我今儿我真高兴，我真高兴。我真高兴，我真高兴，高兴的我心里边没法说呀。红色高跟鞋，这歌也唱啊。我有高，你有该怎么去形容你？哪个窗户高？我的身材低，高山青。咱们压倒高声呐喊，高粱手来红，与天公试比呀。哎，你怎么不唱高了？唱不了了。怎么着？调太高了。去你的吧！谢谢。本来想发一个简单的祝福，但是呢，还是有很多心里话想说。过去的一年不平凡，
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但是困难当中有温暖，更有自信的力量。河南加油，等疫情过去，一定会有很多新的朋友来到河南，也会有很多老的朋友回到家乡。新的一年，一切一定会越来越好，让我们一起心向远方。
还没想好去哪里，好像旅行就结束了。好饿。所谓鲶宇宙，就是你们经历的那些简单生活，就是每个普通人用心度过的每一年，平凡但又有无限的可能。我们还可以回到刚才经历过的地方吗？是的，可以选择我们心中鲶宇宙的归宿。鲶宇宙有无限可能，那我希望能够去往经历过的每一个地方。我想去往还没有经历的每一个地方。
我想把对生活的爱永远留在中国年的记忆里。上微博搜索河南春晚新年虎来个，领取新年福卡，许下新年心愿吧。大步往前走，感到疲惫的时候，希望在下一个路口，在放手和追求之间突然抬头，星光在为你加油。甩掉所有烦恼，别再停留，再渺小也值得感动。紧握那些闪耀的梦，是明天你的笑容。乘着风奔跑路上，滚烫着就算被嘲笑又怎样，乘着风才能抵挡任世界多慌张，热爱是不变的方向，乘着梦用力飞翔去最远的地方，有跌撞热爱才发光，乘着梦勇敢去闯，生死企业鼓掌，相信被看见的力量。大步往前走，感到时候希望在下一个路口，在放手和追求之间突然抬头，星光在为你加油。天猫神奇的老字号邀您共游2022河南春晚，天猫春节不打烊，打开手机淘宝搜索神奇的老字号，参与互动赢黄金好礼。我们现在就在河南考古队的现场，公元2022年的一桌年夜饭完整出土。好，老字号果然越沉越香。年回来了，上天猫搜索神奇的老字号，带你找回年味。